神造的乡村，人造的城市。珍惜每个生命的存在，去感受上天的好生之德。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乡村消失殆尽的那一天，就是中华文明的火种熄灭的那一天。人类必须尊敬自然，建设文明的生态村，全世界五传开来。其实每个生命都是了不起的，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会带来变化。大道广行，大道广传，才能够真正促进这个社会的和谐。那么西方的文明根源于城市，所以文明这个词儿，拉丁文就是城市。那与此同时，有的人会问，在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西方有没有乡村呢？有。但是那个乡村是干嘛的呀？那个乡村居住的是奴隶，不是人。所以当我们在赞美在古罗马、古希腊城邦中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与它对应的农村生活的是奴隶。所以历史把这个时期叫做奴隶制社会。那么到了中世纪，古罗马、古希腊文明消亡之后，西方的历史进入到中世纪。中世纪干什么呢？中世纪的西方人开始向东方学习农耕文明。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的千年时间，恰恰是中国汉唐宋鼎盛时期，对不对啊？但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农耕文明，学习了一千年，学习成功了没有啊？没有。所以西方的史学家把这段历史叫做什么呢？黑暗的中世纪。所以大家对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黑暗的时期啊？我们的黑暗不到百年呀。作为我们地球的同类，西方人、欧洲人多少年呀？一千年呀。但到十五世纪的时候，随着地中海城市的复兴，西方人才发现，我们要跟着东方搞农村、搞农业，这不是我们的特长。我们的老祖宗自古以来玩的是什么呀？城市。所以就有了一个西方人再度的觉醒和自信，这个觉醒就是我们大家学历史所知道的叫什么呀？文艺复兴。什么叫文艺复兴啊？就是今天十八大在中国提出的什么呀？传统文化的复兴嘛。大家看看历史是非常对称的呀。记住，我们今天要找我们的传统文化，简单不简单呀？简单多了呀。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两千年、三千年前的文字没有变化，信息没有失真的古文呐、是不是啊？但是文艺复兴时候的西方不仅找不到古希腊文古希腊文在哪里啊？他的文化谁给他保存了呀？伊斯兰世界。
在公元七世纪八世纪整个伊斯兰世界崛起的时候，把古希腊古罗马那些古希腊文的这些文字的文化的财富替他保存下来了，所以他们是在这儿找到了他们文明的火种。我觉得从情理上来讲，他们应该感恩阿拉伯世界的人，是不是啊？但是他们是弟兄两个是源头，一直到现在都未解。所以文艺复兴之后，由此西方人发现他们的禀赋不是搞乡村，是搞城市，由此开启了近代的工业文明城市化。那么与此同时，在中世纪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吗？大家知道吗？那个中世纪的样子就是一个庄园主盖得很豪华的一个庄园的堡，周边有花园，但剩下的那些地方是什么呀？不叫农村，那些人叫什么？叫农奴，比奴隶权力多一点而已，可以有家庭，可以结婚生孩子而已，但是没有人身自由。一直到18世纪革命之后，有农奴的人才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独立，有独立人的这个人，由此变成了什么呢？农民。但是当农奴变成农民的时候，大家要记住，这个时候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一样吗？不一样呀。当他变成农民的时候，突然发现站在他对面的是谁呀？是大地主、农场主。他没有土地，他只能够给这个大农场主干嘛呀？打工，当农民，打工的农民。大家对这种状态你们喜欢吗？不喜欢呀。但是今天人喜欢呀，今天人喜欢呀。我们许多地方搞乡村振兴，不是把土地收起来之后，我给你当大农场主，我给你发工资，你给我当农民工吗？是不是在搞这个呀？我给大家讲这个历史，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许多地方乡村振兴学的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源头从哪里来？所以，这就是西方的农村的善变。我们今天到美国去，许多人给我讲，张老师啊，美国的、欧洲的农村漂亮啊，我们新农村建设就要学习人家。我说我看到的和你看到的不一样呀。你看到这是一个农村外部的景象，有房子，有花园，但那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呐。农村是什么呀？有历史，有文化，有鸡鸣狗吠，有儿童，有老成，有故事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农场，不是农村。他没有自个儿独立的文化。你今天来了是老王，明天来了变成谁啊？老李了。结果呢，我们误认为这就是美丽乡村。所以说我们各地搞乡村振兴要搞大农场，是不是啊？要搞大庄园。什么叫庄园啊？在这个呢，庄园就是当年古罗马古希腊那个庄园主住的那个房子，剩下的地方是农奴。我们的乡村，我们的乡村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有自个的历史啊。当我们会发现西方的文明没有从乡村发生的时候，我们5000年文明从城市发生的吗？不是啊，我们的燕皇、燕帝、皇帝都是在乡下，都是在农村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什么我们许多地方提出要把我这一个所有的农村变成大花园，我听了以后心痛啊。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整个田野变成田园呢？我们为什么要变成花园呢？花园是西方庄园主农村的概念呀。那有的老师你不开放啊，我们需要开放，没关系，我们可以借鉴花园。但记住，我一直讲，搞城市化，你可以向西方学习。他们搞的城市建设确实比我们有经验，对不对啊？
搞乡村呢、啊，在座的各位，我们向谁学习啊？首先向老祖宗学习啊，留下的家底不要败坏呀、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乡村和城市，东方和西方，我们会发现从长远历史来看的时候，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不要认为我们东方人比西方伟大，我们也不要崇洋媚外说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厉害。其实所有的文明对人类的贡献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视野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东方和西方正好是一个地球的阴阳两极嘛，对不对啊？我们想阴阳交变，白天黑夜的交变，农业文明时代是不是东方鼎盛啊？工业文明时代西方鼎盛啊？生态文明时代是不是又来了一个轮回啊？我们文明的太阳是不是又再次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来啊？所以对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既不要傲慢，也不要自卑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是人类文明一个演化的规律。古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现在文明的太阳来到了东方的大地，我们就应该觉醒，我们就应该觉悟，应该做我们应做的贡献，就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最需要我们去挖掘潜力的，最需要我们寻找未来文明的这些政治文化那些所有新的要素，应该从哪里去寻找？乡村。特别是乡村对于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乡村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啊！我们都在讲中国特色，一个不了解中国乡村的人没法研究中国特色呀。比如不认识乡村，就无法认识近代以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是什么道路啊？农村包围城市。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为什么成功了？因为走对了道。什么道？农村包围城市，是不是啊？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哪里开始啊？农村开始啊，承包制从农村开始啊，一直到90年代，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的贡献是伟大的呀。最初贡献了承包制，承包制责任之后，农民得到了一个自由身，就得到了一个自由的劳动力，他的土地承包就有土地要素，增商钱就是货币，就满足了工业经济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所以大家要知道，当年毛主席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是谁呀？农民呀。改革开放首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冲在第一线的是谁呀？农民。是我们的农民承包责任制之后创造的什么呀？乡镇企业。在座的各位，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是乡镇企业。我们乡镇企业创造的财富在90年代曾经占到中国 GDP 的半壁江山。城市化是21世纪之后才推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计划经济的藩篱被解除之后，城市具备了承载市场经济的条件，开始了城市化。那么我们开始的城市化，难道城市化和农民没关系吗？今天的城市是谁建起来的呀？谁是这个城市的最大的贡献者呀？因为伴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多少农民工呀？ 2.9 亿农民工回到了城市啊！不仅他回到城市啊，他的孩子，他的货币通通回到城市啊，购买房子都在支持城市化发展呀。我们今天城市繁荣的背后是谁呀？农民呀。有一段时间，某些大城市为了使城市更精致化、更贵族化、更美化，要赶农民出城啊！我听到以后心里痛苦啊！我们太不讲道义了呀！所以，我们
昨天需要农民，有的人说了未来搞城市化不需要农民了，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呀。所以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主席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不是也需要农村啊农民啊？更需要。随后我给大家讲，我们面临着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我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在我们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战略中都在讲城市化，没人讲乡村啊，我心里高度担忧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是有福分的呀。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生态文明，提出了乡愁，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使我这颗心我们放下来了呀。我们发现在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五千年文明面临断流的危机的情况下，是我们这个党再次提出了乡村振兴。但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系列的重大的思想是他个人的东西吗？不是啊。习近平能够提出乡村振兴这件事，我们会发现是谁让他有了这种思想啊？农村啊，农民啊，这不是我讲的呀。最近流行一本书叫习近平七年的梁家河的知青岁月。习近平总书记讲，他经常讲一句话，我们的人生就像扣纽扣一样，第一个扣对了，后边怎么样呢？自然后扣对。而习近平讲他七年的梁家河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大课堂，扣对了第一个纽扣，这一个纽扣扣对了，不仅习近平自个儿的人生道路也扣对了，结果怎么样呢？中华民族未来的道路也扣对了呀。当我们今天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一代一代的领袖是谁养育出来的呀？教育出来的呀？农村和农民呀。谢谢。如果是我们的一个学者，无论你是搞什么样的学，你不认识中国的乡村，你就不能够科学的解读中国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我今天发现我们许多研究农民缺位，乡村缺位，我认为这种理论是有问题的，所以也不能够洞察未来。那么乡村是什么？乡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根啊。有的说，老师你说乡村是国情，那这是过去，未来呢？未来我们更需要它呀。乡村是中华民族长寿的秘密啊。你说老师，乡村和长寿，中华民族为什么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啊？因为我们文明的基因在哪里啊？在乡村。从经济学来讲，我们文明的基因在乡村。乡村怎么样？遍布中国960平方公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我们的城市是不是一次一次被毁掉啊？和古罗马城一样啊。但是古罗马的文明的基因就在城市，是不是城市没有了他们的文明就断了呀？我们的城市毁掉了，我们的文明中断了吗？没有，由于我们的文明在哪里啊？在乡村。只要有一个乡村村劫后重生，我们的文明又能够重新复活。这才是中国乡村的秘密。没有乡村文明的复兴，我们未来的现代化就是无根的现代化。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为人类贡献什么呀？我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讲说，中国的未来的复兴的标志是所有的经济指标赶上西方，赶上美国。没问题，我搞经济学，我说这个数据不需要再算了，中国肯定超过美国。为什么呢？因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 GDP 的总量不取决于你的生产能力，取决于什么呀？市场的容量。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有成长性的年轻的市场呀。我们今天成长期的市场正在形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大的人口红利啊。
我是搞经济学的，我不愿意讲的更多了，我有自个的一套解读。这个人口红利不是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学者，中国是人口赤字，甚至要鼓励再更多的生孩子，甚至有些学者正让提出把非洲人引到中国，这是有真事啊。其实我们的人口红利是什么？我们的中国今天有3亿中产阶层啊，我们得到 50% 的时候，按照一构讲7亿中产阶层是什么概念？美国人口3亿，美国全部3亿人口不全是中产阶层吗？对不对呀？我们的7亿人口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欧盟加美国加日本的总数啊。所以我讲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中华民族的崛起不是要比西方更多的 GDP， 我们要给人类文明贡献什么呀？贡献一种新文明模式。什么文明模式？根源与乡村的，以生态文明为导航的，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新文明模式。西方文明给人类贡献的是一个什么呢？单极的城市化。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乡村文明，5000年的乡村文明，怎么把这种古老的文明，就像当年的西方把地中海的城市文明变成人类共享的文明一样。所以说乡村振兴这件事不仅仅是中国的事儿，我觉得也是世界的事儿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多家机构发起前段时间在山西中国农大，我们召开了首届中世界乡村复兴大会，就是要把这件事儿，这个话语，我们不是在人为的在扩大，我告诉大家的是有理有据在推进这件事儿。所以在今天这个背景下，有的人说，老师你说乡村要复兴还是不相信啊？那日本韩国人家搞得那么好，他的乡村也就那么一点点呀。大家要记住，面对成为主流的滚滚的城市化潮流，确实阻挡它很难，但是只有一种力量和它对峙。什么力量呢？和它相对称的力量。这个力量改变这个世界，就像这个船一样，那个大东威的船让它拐一个弯的时候，需要和这个船相当的能量才能校准过来，而这个能量在今天的中国储备够了，因为我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能够使城市化这个潮流、工业化这个潮流这样一个方向改变的力量只有在中国。所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是承载着整个文明转型的使命。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略微宏大一些，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如果在这个背景下再回到我们具体的乡村的时候，我们就会好讨论讨论到底我们的乡村和城市的区别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用了一个词，人造的城市，神造的乡村。乡村是什么？我们要读懂乡村。为了乡村，我给他一副对联，乡村解千年兴衰之谜，藏万世文明之马。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我们今天搞乡村建设的时候，我一直主张读懂了乡村再建设乡村。如果没有读懂之前，很可能我们建设乡村变成了新一轮的对乡村的破坏。下边这些内容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些解读，因为每一个内容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首先，乡村是中华民族信仰的圣地。中华民族是没有统一宗教的国家，但中华民族是有统一信仰的民族，对不对呀？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天地君亲师，你们都知道了，我不展开讲了。现在我们关键要知道的是，
我们这个信仰如何让它传承，如何把这个信仰嵌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所以这就我们需要解读我们今天乡村的村落的建筑的结构它是怎么进行的。我们今天搞城市建设，我们的市长给我们讲我们这个城市的理念非常先进，为什么先进呢？是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求，关心人的人性，关怀人的城市。我们认为这是先进的理念。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以这种理念去改造我们乡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理念远远不到位，甚至以这个理念搞的话会形成对乡村的另外一种破坏。这就是我们今天把城市的要素，把广场等等植入到乡村去。其实中国几千年以来，我们的乡村不是以单纯的以人为本，是以什么为本呢？是以我们的祖宗，是以天地，天地君亲师。所以在我们乡村做一个乡村土地的资源最稀缺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把那个风水最好的资源要用给谁来用啊？不是自个儿先用，先建什么呀？建庙。庙干嘛？不是迷信，是对天地连接的一个祭奠的地方。然后是建什么呀？祠堂。建祠堂之后干什么呀？仍然不是轮到自己要盖房子，也不是搞广场，也不是搞生产队的村里边的那个什么行政管理中心，搞什么呀？搞学校，搞书院。然后是自己了吗？不是啊。我们要把最好的土地让出来。你看中国古代的乡村都住在哪里啊？住在山脚下，不是最好的耕地。即使在这个耕地上盖了三间房子，那三间房子应该是我住了吧，对不对啊？不是。大家知道在农村盖上三间房子，这三间房子中间的间房子叫什么呀？叫中堂。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今天的客厅。这个中堂，这是一个什么呀？国家家里的中心。这个中心的位置如此重要，我们自个儿用吗？不是。我们在这里边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供奉着我们的祖宗。这里边有些个什么功能呢？我们在这里吃饭，我们在这里会客，我们供奉的这些我们的信仰的这些东西告诉我们是什么呀？我们不要胡作乱为。我们的老祖宗天地君亲师24小时比今天的摄像头还要负责任地盯着我们。这样一种文化形成了另外一种我儿童时期就听到的一句话，叫什么呀？头顶三尺有神灵。是这样一种文化。但是我们今天的城市有这种文化吗？我在城市有房子，说我在城市里边，我把那个大客厅放一个天地君亲师烧个香行不行啊？不行。干什么呀？放一个大电视，对不对呀？电视对面放一个什么东西呢？放一个大沙发。来到家里边这么羊子一躺，打开电视想看什么看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想什么想什么，没有忌讳，这就叫自由啊。但是这种自由的背后没有了信仰呀，精神空洞化呀。所以中国几千年的乡村，你会发现虽然今天的乡村人走了，你会发现那个房子里边那个中堂摆的老祖宗那些东西都还在呀。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回到乡村来，这种传统这种文化今天没有中断呀。我们的农民，我们这种传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挂的是天地君亲师，文化大革命之后挂的是毛主席什么列宁斯大林什么五大像，改革开放之后又变成了菩萨像。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农民永远恪守着记住，这个空间不是我的，是我和我的祖宗，
和我们的天地神共享的乡村。这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信仰在城在乡村建筑格局中渗透着存在着呀。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到农村改造区在座的各位，你不要进去之后把所有的东西跟人家搞掉，重来一套啊，那个家里的老祖宗不高兴啊。Thank you.